红米屋抢市1880蚊，五月杀到。哇！呢排啲小米手机抢到癫啊，小米三、红米通街都冇货，哈！而家仲要抢多部红米屋啊！一样系用呢个超爆鸡皮纸盒，不过一打开红米屋个5.5寸大门，完全撑爆晒成个盒，跟一嚿电叉机同 K 宝添。刘炳承住红米嘅优良传统，佢都有得换电噶。为咗衬翻个大门，电池仲有红米嘅2000mAh， 剩呢度系3200mAh 添。试过打机上网上日，都仲可以有1/4嘅电剩翻啊！嗱，双卡双待呢啲基本嘢咧，就梗系唔少得噶啦。由红米同小米三个四核，第一次升呢到8核，唔知会快啲咁呢？开机足足30秒啊！不过入到主界面啦噃，左拉右拉，上埋应用商店 download app， 真系爽到你唔信啊 ！feel 到有80%小米三嗰种爽歪歪。呢部咧只系平价1.4GHz 8核中国移动版啫噃。你话如果5月中部1.7GHz 8核联通版出卖，仲有人买小米三嘅？嗱，5.5寸大蚊系而家小米手机里面最大噶啦。离远睇咧，红米屋嘅画质完全拍得住小米三嘅1080p 靓蚊啊！而且仲比较偏白偏光，相对红米同小米三嘅偏红，真系靓仔好多咁噃。嗱，1300000像素镜头，仲玩埋2.2大光圈，影靓相都 OK 啦。玩浅景深 ，close up 影质感，日扫全景相，甚至试过夜晚 pan shot 影车都冇问题噃。不过而家卖街嘅只系得中国移动版，只系对应中国网络制式啊。等到5月中啦，当联通版一出，应该就会有好多水货派街噶啦。估计机价咧大概1880蚊左右啦。吓，你仲用紧红米？唔慌啊！哇，分钟到时唔值租噶噃。